重生之我是奥科大图书馆里的一本书 2.0。 今天我又要和我的新朋友 say goodbye 啦，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呐。我要去趟图书馆把书还了。等一等吧，先借我看看。但是我这期限好像快到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转借呢。那让我们问一下 Chat Master 吧。我又要继续行万里路了 ，Nice！ 我是奥科大图书馆里的一本书，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。无论你是通过预约取书架，还是直接扫码借书，每一次借阅都是我和读者之间的奇妙联系。期待与你相遇，再见。